民进党团2月17号举行第九届立法委员新生训练，总统当选人蔡英文一开场就要求所有党团成员下定改革决心，要让人民看见民进党过半的新国会就是不一样。我们是依赖人民的支持才能够重新站起来的政党，也因此更会受到人民最严格的监督，所以民进党的立委一定要当最专业的立委，最认真的立委，最能代表人民的立委。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也强调，现在是改变立法院生态文化的时候，接下来要以对话代替对抗，追求国家大和解就从国会开始。台湾人民给民进党第一次有机会在国会国办，这是过去我们从没有的经验，应该以改变时刻到了，也就是说国会应该以对话来代替对抗，我们共同来追求国家大和解就从国会开始。民进党团召开第九届立法委员研习会，要求党内立委以最快速度展开选举期间提出政策主张相关立法工作，订定清楚立法目标，希望在第一会期就能交出漂亮成绩单。记者吴马斯乌六台北市采访报道。